头皮呢会比较的油腻，所以现在我们请我们的美女帮我们的这个模特先洗一个头发啊。她现在使用的呢，就是我们的那个啊，给我们的那个 damage head，因为呢我们这个模特的头发的发尾呢就是有点受损了，所以呢我们粉刺呢就是帮助呢受损的头皮。那洗了之后呢，头发呢可以达到一个毛鳞片的保护，所以我们这个秀发呢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修复的这个功效。 而且最重要的是呢，在洗的过程中呢，那个泡泡呢也非常的多，所以呢，让你在洗的过程中呢，就可以让你呢啊洗得非常的舒服，感觉呢就好像在做 SPA 一样啦。所以呢，绵密的泡泡在深层的洁净您的头皮啊，它的功效呢非常的棒。那除了是说呢，它可以帮现在呢，模特儿刚刚就是用了我们的洗发乳，那现在呢就是要用我们的护发素。 那如果头发长的话呢，很容易啊，就是会干燥啊、毛躁啊。你一定呢要用护发素，尤其是当那个头发打结啊，你梳起来的时候呢是很痛苦的。真的，而且呢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个护发素呢，我们不但只是有一瓶，我们不是不但只是有一瓶，我们有三瓶在我们这个套组里面呢、哦。而且呢，我们现在呢已经卖了，就剩下了两百六十套了耶！所以呢，这个产品呢，说真的，我们在热销当中啊，所以你们要购买的话呢，一定要赶快，因为呢老师说我们的这个存货呢是有限的，所以呢又购买的话呢，赶快呢就是上我去购买化石波达热线进来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的模特在使用的呢。 是有这个光泽的，所以呢，你可以看到呢，不管是后面看侧面还是正脸看呢，这个头发都是健康很多，是因为我们。